造文虐，把日本狗子打倒中国人，铸造文虐，铸造文虐，铸造文虐。来来，照你的力量，走吧。是和平理性啊，我们都是有法律观念的人，我们都是清清白白才能退休下来的。我们领的其实不并不多，你现在退休一般都是六七万块嘛。你现在领六七万块？哎，对啊，你再减下来三四万块，你绝对哈、哦、没有办法旅游。生病的人觉得没有办法请照顾。那个国家绝对不会破产，是年金。如果会破产，也是他们操作污染。外汇存底还有数亿多美金，很有钱，不应该敲我们的钱。警察、消防，他们认为说，我现在辛苦一点，未来我的退休有退休的加给，我的退休金有比较会有保障，所以他们安分守己。所以过去台湾的治安为什么？给外界、给全世界来看，台湾很安全。来来，用你的力量，走吧。